喂，老师，鬼哦，他那个小时了，有到。哎，好耶！哎，怎么这样子啊？我等你半个小时了嘞，最近怎样好吗？哎呀，不好啦。不好？不会吧？我看你不错嘛，生意做到这样大，你看都到这样低。生意是做到不错啦，要抓我的工厂出来一些问题。什么事情哦，陶哥？昨晚我的工厂啊，进贼啊，很多货物被偷。今天早上发现了，快点去报警了。现在才搞定。哎呦，你的工厂这样大间，一个干都没有的吗？哎呀，没有啦，30多年的厂了，哪里有什么干？连安浪 CCTV 都没有吧？真的是够水，伤脑筋啊！哇，那真的很不好意思哎。老板们，你们是否也遇到以上的情况？选择一个好的工厂和仓库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商品货物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，因此商品货物的安全绝对是企业的首要考量。现在许多新的工业区具有 Gate Garden 24小时的保安巡逻，确保您的货品24小时安全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有这么好的工厂在哪里哦？想要了解更多，点击下方注册后发现按钮，我们的团队将会与你联系，提供你更多的资讯。